这个十八式呢，就是有泰拳基础，比如说练过陈式、杨式、吴式、武式、孙式都可以，有泰拳基础或者静态套路，但是没练过吴式太极拳，要进那个门吴式太极拳它有它的特点，有的动作也比较难学。那么说咱们设定一个十八式，这十八式呢就比十式难度要大一些，但是相对整个吴式太极拳来讲呢，它又不是难度特别高。十八式的预备式呢，起式呢就跟十式都是一样的，主要是预备式要周身骨节放松，肌肉放松，目平视远前方，要做到三容四坠，头容天，脚容地，胸容空，舌顶上颚，下颌微收，目平视远前方，就把一切所有的事与练拳无关的事都忘掉，就着意丹田，想着练拳就行了。预备式起式，左脚横移，就是重心右移，左脚向左横开一步，与肩同宽，大指着地的时候想小指指地，食指着地的时候想无名指指地，中指着地的时候想中指指地，无名指着地的时候想食指指地，小指着地的时候想大指指地，手掌着地的时候想脚掌着地的时候想手掌着地，脚心着地的时候想手心着地，掌根着地的时候脚跟着地的时候想掌根着地，这样以次落地。这是左脚横移，两足平立。第三是两腕前蓬，两腕前蓬上先指地，背向后倚，然后两手呢回够大铃，两腕自然往上捧举，捧到两腕与肩同高的时候，想一下手心，食指自然舒展开了，然后想手背的外劳宫，往下踩，想曲尺往后拉，想肩颈往下坐，这就是起式，跟刚才这十式是一样的，预备是起式。不同的是呢，起式之后呢，它的第一个动作就正式，是叫抱膝，是叫这个揽雀尾。揽雀尾一共八个动作，是20个小动作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左抱膝星。左抱膝星呢分有这么几个小动作，你看，一左掌前蓬，左掌前蓬，大指对准鼻子尖，这个右腿重心在右腿，右手呢和右脚上下相合，然后呢左臂外旋，就是这个曲尺找少海，左臂外旋，手心斜向上，中指无名指一贴，眼一看左胳膊弯，右手自然抬起，沉右肩坠右肘，左脚自然前迈，足跟着地不着力，足尖回勾，这叫左抱膝星。左掌打右掌打底呢是右脚乐平，重心移向左脚，右手从左肘的脉门，左肘的这个曲尺滑向脉门，轻脉门跳动，然后夹击，就是天柱穴腕脚心涌泉上乐，有意念没有动作，这叫挤，右掌打挤，这第二式。然后呢右抱膝星是上体右转，右足跟内收，左足尖内扣，这个手呢从大指的斜坡往斜上方捧举，离开手之后，然后想曲尺找少海，臂外旋，左手指放在右臂的臂弯处，沉左肩对左肘，右脚足跟放在足尖这儿，这叫右抱膝星，然后右脚踏平，右膝前弓，叫左掌打底，右手从右胳膊弯滑到脉门，轻脉门跳动，夹击腕前脚乐，这是打底，左掌打底，这是第四个。五个是右掌回捋，右掌原地内旋，大铃早阳池，然后食指往前伸，推眼神，
然后往后捋，回捋，往后捋，捋捋捋，这个膝盖不超过脚尖，捋到没缝了，转一下腰，转腰转的没缝了，想肘和膝放在地上，肘和胯放在地上，左右肘和肘胯也放在地上，这时候左腿火烧火燎的，必须要找这种感觉，这种感觉的话是治防止糖尿病，然后呢收腹翘脚，转腰全棚呢是右手提，左手提右手翻，然后转腰，这右手手指头跟这个气冲穴左侧的气冲穴平行的时候，把右脚踏平，左手推右手，右手往前领，就左掌前腾，前腾，然后前脚蹬地往后坐，右掌后横。疼在哪儿呢？疼到大指和食指与小阴指一条直线的时候，平，右肘血海，少海找血海，右肘前移，边移边扣脚，脚扣到正前方的时候，上体往后坐，右手大指从右嘴角推到左嘴角，叫右骶仓左骶仓，到这儿，然后顺着天际这么走，叫右掌前按。要平按，就平推，像探照灯一样这么走。这个是揽雀尾的八个动作，20个小动作。我再把它做一遍啊。从这开始啊，左抱七星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是左抱七星。右掌打几，一、二打几。右抱七星，一、二、三。右抱七星，左掌拿起，一、二，右掌回捋，在这，右掌回捋，右掌前棚，右掌后棚，右掌前按，这就是揽雀尾八个动作完了。下边呢是搂膝要步。搂膝要步的话呢，是松脚腕、松膝盖、松胯、松腰、松肩、松肘、松手，从底下往上松，都松了之后呢，右手往上提，看着虎口，虎口一着耳朵就转腰，转腰开步，抬头看，然后右脚、左脚踏平，重心移向右脚，移向左脚，右掌往前穿，眼束缚，花臂螺旋，这是。搂膝要步，这是一个搂膝要步，然后手挥挥八，身体往后坐，就右掌回捋，左掌前棚，左掌平按，左掌上棚，把脚带回来，右掌回捋，这就是手挥挥八。下边是野马分鬃，右掌下沉下踩，往下捋，右手左掌，右手往上戳，往外推，耳朵找手背，手背找耳朵，然后左脚前迈，重心移向左脚，屈膝前弓，左手往前上方捧，右掌向回一捋。这个左掌在右掌后捋的时候，不停地往上穿拧，右掌往后，手心不要超过。外踝骨，右踝骨，眼睛往远处看，然后眼睛看右脚，右手至右脚，看左脚又回到左脚，然后左手往外推，右手往下插，立直身子，右脚跟上来，往前方迈，足跟着地不着力，来做第二个野马分鬃，跟前面是一样的。下边玉女穿梭，玉女穿梭呢，左掌回捋的时候呢，要在右肘下边看一尺二，这手追到一尺二那地方，追不着也要想追到那个地方，然后左脚往前迈，足跟着地，然后左掌前腾，左掌上腾，反踩，反踩，
右手下来从极拳到潭中，从潭中再奔极拳，这样推出去，这是一缩，然后右脚右足跟内收，上起右转，后左脚，左手呢右转，找一风穴，叫耳朵根后边这个穴位叫一风穴，食指找一风穴，然后远处看左掌回流，觉得这个脖子不舒服，回哎，手啊继续往前伸，把头带过来，往远处看，守着眼神，然后一看手背，手背下降就撤步，哎，然后再做这次脚的穿梭，右掌上蓬前蓬，反踩，哎，这样是穿推，这是又是一缩，两掌内合下不是，两手。右手臂外旋，肘和左手合在一起，然后右脚呢，右阴陵泉找左阴陵泉，两脚一合，一字步，左手向上，右手向下，横移，右脚横移，右手往上横，回头看左手对眼神，然后右左手回捋回捋回捋。到肘的外侧看一横二之后，然后上九步，左腿前弓，做这一侧的穿梭式。啊，这是第三梭了。四个脚嘛，第四梭，上起右转，右足跟内收，左足尖内扣，左手右转，找一风穴，食指找一风穴，往远处看。左手腕回捋，然后回头看远方，左手推眼神，手一看眼一看手背，右脚下后撤，做这一次的一米三多。这个四脚一米穿梭就完了。下边是呢，这个肘底看锤是，上部腕掌。上部两掌往前够，然后呢，弓步，回捋到这哈，左拳上提，右拳握上拳之后呢，右掌握拳之后托在这个肘这哈，这个是个拳，中指对准鼻子尖，肘底看锤，肘底看锤完了之后，右脚内扣，上起右转。右手变勾，开步平按，这是单边式，然后下式，右手舒展开了，眼神从右手看到左手，从左手看到右手，然后右手呢，在洗前往上，奔左手两腕上横，然后回捋，这叫下式。手向后打，然后盘旋下按，如鹰捕兔，这就下式。整完之后要这样，下式完了，这下边是，上步七星，先右掌下插，然后两掌相交叉，上步七星，推步跨虎，脚腕后撤，两手往前伸，两掌下按。然后合上，从膝盖的外侧到内侧，到这膝盖的内侧，到膝盖的外侧，然后再回来，奔这个足背的外侧，手背贴着这儿，就是左掌后勾，就是左勾，前掌后勾，就像亮扳指一样，奔这个脚，然后回向左后方一看的时候，把脚收回来，要跨虎式。然后呢，上部按掌呢，右手回回捋，右手腕回伸展，掰右脚，右手一摸这个气冲，左脚抬起来，左手这个掌心对着肩，然后上左步的时候呢，左掌翻腕，这个右手放在腋下，下边是百连式。就是双板，
对吧？摸肩肩左，然后两掌下按，晃拿刀。右膝上提，然后呢，改人。下边是挽弓射虎，上体右转，两手向右后，像挠稻草一样这么走，走到右手跟尾骶骨相对的时候，左手先到右膝的外侧的时候，两手握拳上提，看右手后边这个食指的根节，看这儿，两拳面向上，两虎口相对，然后眼睛往前看的时候，两拳面对眼神，这叫挽弓射虎一。下一个挽弓射虎呢，就是两拳向后，左脚前迈，足跟一着地，把手放开，然后从右膝到左膝，从左膝到左胯，这么挠到手这么挠，然后再提起来，看到后手的食指的根节，眼睛回头看的时候，两手对眼神，这是左侧的挽弓射虎。下边谢步半蓝锤，右眼，右手眼肘肘找膝，然后呢，左眼右扳，腿收回来，右手腕这么，然后向右侧走，叫右扳，右眼，左扳，左手扳，从右侧开始到左侧射步，然后左掌回捋，右手握拳，谢步扳蓝，蓝这叫锤。如风四壁，这个手的手背搁在肩的外侧，然后做身子，右肘从这个左手内侧跑过来，金蝉脱下，然后交叉分割，再往前按，往下按下按平按，左手内旋往外拨分拨，右足跟内收，两手分展，然后立直身子，两手一翻，这叫抱虎归山，然后看天，两手顾天，把左脚拉起来，然后十字手交叉就出势了，到这儿之后，两手两肘往两侧，然后食指相接看食指，中指相接看中指，大指相接看大指，收到鼻子尖下边，想着鼻子尖有一个线拴着一个球，刚一着地，慢慢提起来，没有了，球没有了，身体直立了，手放在肚脐这儿，鼓三鼓，瘪三瘪，肚脐鼓出来再瘪回去，然后两手往下一垂，放在气冲，气冲有感觉，放在风势，风势有感觉，收回丹田，高抬腿，缓步运动。这个十八式呢，这个简单的规范啊，就介绍到这儿。
Thank you.